就是有很像刷 bounty 那种感觉，墙啊，整个墙破损这样子，严重。它有补起来的，可是这边人就有一些灰。OK。有一些灰在这边这样子。好，对不起。还有什么缺点？有灰，然后有落有杂叶，然后。落叶。井的部分不结之外，它有一些杂物这样。井的旁边有杂物吗？对。会吃大声一点，我有在录音。有杂物，井的旁边有杂物，感觉很奇怪，要棒子什么的，很少看到有这种东西。外面的缺点就这么多，就有点像废墟啊。外面感觉是很糟，状况不太好。嗯、那其实所以心情的部分可能蛮混乱的、啊，烦恼很多这样子啊。睡眠的部分有外界的干扰。外界的干扰，然后灯笼部分前面两盏亮，后面都不亮，那外面差不多是六分亮，里面的那个温度过于潮湿。过去进去客厅，右边大蜡烛，左边中蜡烛，后右边的话是六分，左边是三分，均为中火，较为暗淡，主神暗淡，对啊。主神，对不起，主神，那主神的话有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，太上道主，各多参拜。太上道主是。好、嗯，那请示一下，就是说客厅还有其他的缺点吗？桌面过小了，但的感觉这样子。桌过小。那纸团下面有纸团。蜘蛛。有蜘蛛。空间比较小这样子，毛巾有。纠结跟蜘蛛网。直接走到厨房，厨房的部分的话，进去里面有个就是落线，然后里面感觉很冰冷这样。厨房。是，才六分。才六分。对，上元不齐。米跟水呢？粥米缸、小水缸，米缸的部分有三分，水缸的部分有五分，水缸的部分是发亮的，多参拜观音菩萨，多参拜观音菩萨，今念观音菩萨的灭业真言，对你而言很有帮助。灭业真言？灭业真言吧？不是，观世音菩萨的灭业真言。这个经。灭业真言跟福德正神的多参拜，对你很好。就这样。好，厨房还有其他的缺点吗？就是里面空气比较冷，是真的奇怪，比较冷。你后面有关吗？有关的。后面有关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求一下，师父、众仙佛和公公婆婆慈悲加持跟调理，把你元成功从里到外打扫一遍。那你要诚心的求。讲完就坐下来。昨晚就可以坐下来了。就是这样。打扫了吗？有，是不是在他围墙外面直接帮他加持？是，直接加持，然后围墙就变得比较统一嘛，没有一些凹凸不平。没有凹凸不平。然后门板部分比较暗淡，帮他加持。好，那进去他的庭院的部分，是不是直接帮他加持？他说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，不用放在心上，只是让自己更困扰这样子。他是一个会累积心理压力的人，然后师傅帮他加持完之后，就是有些灰尘地方放了一些盆栽，让里面看起来比较热闹一些。那灯笼是帮他加持，还有整个部分帮他加持，变得比较亮，外面差不多七分亮。进去客厅。好，蜡烛有。大蜡烛哦。大蜡烛左边三分，右边两分，中火。
那那个桌子的部分帮他换的比较大一些，然后比较稳固，这样子铺上一个桌巾，铺上一个桌巾。纸团跟那个毛巾、旧鞋部分都改善了哈。那蜘蛛的部分也帮他加持，然后变得比较小，要近期注意口角，近期注意口角的部分哈。自己注意口角的部分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就是出入一些，尽量不要出入一些磁场比较紊乱的地方。就医院呢？都是在医院工作。就是你的干扰。对啊，所以那请师傅派那个平安符。就是你很容易。平安符。你就去医院而已吗？工作。除了工作，你还有没有去其他比较特别的地方？就好，师傅说给他一张平安符，对，因为嗯，因为他很容易被影响。受影响。还有没有？平安符还是自来自大福？自大福。好，师傅有没有建议他做什么功课对他会比较有帮助？刚跟他说的那个灭业真灭业真言，或者灭业观音灭业真金刚真言，金刚经，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先帮我一下是这个吗？因为不是我在找七佛灭罪真言，不是那个金刚经有说要给他怎么样的方式持诵吗？给他一个方向。如果伊那是愿意一天念一本都真好势，就很难难。这样就是不去说。那个可以参考一下，对你有帮助吗？就是要认真一点。师傅，请示一下，我们这个客厅都帮他加持完了吗？是，如果是说，最好是那个。观音菩萨灭业真言，如果真的找不到，你念菩萨圣号或者刚刚的七佛灭罪真言也可以。可是有啊，有观音菩萨灭业真言，有这个。你找找看的哈，观音菩萨灭业真言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网络上找找看好了。嘿，就这边经典好像可能找不到，嘿，因为我也没听过。好，师傅，那这个客厅好了，佛印加持过了，真理啊，要比较不被影响。对对对，金刚经或者他的般若什么无尽藏真言，般若无尽藏真言也可以。无尽藏真言，我看你念金刚经，般若无尽藏真言也可以。嗯嗯嗯嗯，般若无尽藏真言，我现在也没听过。他，那你就念一下那个他的那个。那个厨房有没有？我就看是在帮他加持。文俊还有一个般若工作的热情，无尽藏真言，你听过哈？热情有，工作上的热情，可以去抓回来。因为他的我们没有看到人家厨房是这么冷，超冷的这样子。师傅加持那个，师傅就是在他的那个圆圈的外面帮他画一个类似。不练这样。就是不要让他就是随随便人家可以进进出出这样子，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。好，柴米水油，帮他加持。啊。